工说呢，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掌声鼓励一下，一起来唱 Because I Love You。 Because I Love You。 市长市长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带动一下好不好。今天呢，全台湾民调第一名，高达70%几的坚韧统筹市长，大家一起摇摆一下，请大家双手举起来。Because I Love。 下面义工也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Because I Love You。 Because I Love You。谢谢哦，市长，你今天是特别来呢。哦，我们呢也麦克风呢给市长跟大家请安问候一下。刚好我们呢也即将在7月30日呢来举办这个年度呢大型的音乐会哈。好、哦，7月30日啊、哦，是年度的，也是市长以前常常来哇，这边满起来的时候哈、哦哦。几点到几点？晚上呢7:45。到9:50哦，7:45到9:50，那一定要来哦。好，希望我们7月30日在渔人码头再来看那曾团长精湛的演出，好不好？好。但是我们要有没有什么加码的？大家需不需要加码？我是需要啦哈。王一起过来拍个照一下。好，谢谢。加码要怎么加码？你再找时间再赖给我好了。好。哎，很牛！小会长晚安，各位曾团长的各位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晚安。很高兴来到渔人码头，希望也很感谢曾团长把音乐跟欢乐带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个快乐的 weekend night， 好、哦，那能够啊、在礼拜五的晚上快快乐乐的吹着海风，是，然后听着悠扬的音乐声。我们谢谢曾团长带给我们台南这么多欢乐，哪里来的？希望啊、哦，接下来在暑假的时候。市府哈，因为会跟很多好朋友有一些活动哈，那希望来让大家都疫后新经济。我们今天今天的确诊数是6度最少，掌声鼓励一下六度最少的啊！确诊比率也是6度最低的，确诊比例也是最少的哦。我们今天1000多个了，1800多个是。那但是我们还希望更好，希望大家快快乐。户外活动现在可以已经可以不用戴口罩，但是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防疫，慢慢好不好？好。那50岁以上的需要打4剂的，好、哦，可以打了哈、哦。以前是65岁，像50岁这样子，是，下午就可以打。好、哦，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继续欣赏曾团长。谢谢，我们热情掌声，谢谢黄木生，谢谢黄伟哲市长。啊，7月30日，7月30日，来为乐团加油鼓励，刚好在最美丽的时候哦。谢谢。哎，喜多要来，我以为你要快结束，不是了。没有了，没有。那其实呢，我一直在市长当立委的时候，我就很欣赏他哈、哦。那真的，他当市长了。啊，在这几年他也很认真，我也不打扰他，我自己就在这边很认真。把市长呢，我应该交代的工作，我自己的工作也好，把它做到现在哈。谢谢市长。那市政是像市长说的，大家一起努力。我记得上次市长就职的时候呢，为公共哎，一转身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再热情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希望有机会12月15日再就职再找你来。好，一定一定一定，感谢。好，谢谢市长哈，我们大哥怕婆爱钱哈，谢谢谢谢。好，这个非常的有默契哈、哦。那刚好呢，在年度的音乐会上面呢，市长呢也特别过来邀请大家，也网路我们 YouTube 线上的朋友哈、哦，也刚刚听到了我们六都里面呢最好的市长黄伟哲市长前来我们台南最漂亮的安平渔人码头呢这个地方呢来介绍啊，欢迎大家北中南的好朋友一起来喽哈、哦。好，那大家呢也掌声欢送一下市长。那赶快呢，我们带来呢轻松热情的音乐哈、哦。那来一首热情的好了，今天呢也改变了非常多的好听的旋律哈、哦、啊。这首曲子呢叫做《Sleeping in My Car》哦，热情的舞曲，来大家掌声鼓励。
谢谢。